有人怎么只有排骨还有鸡呢？对呀、啊、鸡呢？老板来一条排骨。好嘞。老板多少钱？20块。好嘞，老板给了啊。完了完了，我回新塘。真是的，这点事情毛毛躁躁的。老板老板，我刚刚在你这里买排骨是把鸡放在你这里的，有没有看见呢？我没看见哦。不可能啊，我明明是放在这里的。老板你好好想一下，是不是被谁拿走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注意看。好吧，这下怎么办？重新买个鸡，手机又不够钱了。哎，我好像还有1块钱现金，先买点青菜回去。没有人能跟我说话，黄色野猫只有他知道。什么被人拿走了？那我们今天吃什么？你怎么买了青菜？你手里的排骨呢？有人完了，我又把排骨给忘了。你这畜生鬼！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放心，我一定把排骨找回来。不会吧，这么快就被人拿走了？完了完了，我回去肯定被小弟收拾了。怎么回事？拿个排骨那么久，不会排骨也被人拿走了吧？要是排骨也被人拿走的话，回来定不咬他。有人完了完了，回去打又打不过他，骂又骂不过他，这下该怎么办？嗯，蓝色枪啊，来，有人。